娱乐自早看，天天都要看。赵本山现在的老婆叫做马丽娟。很少人知道的是，在赵本山还有一个前妻叫做葛淑珍。葛淑珍是典型的农村妇女，在赵本山最颠沛流离的时候陪伴了赵本长达12年之久。可是在赵本山事业慢慢有成的时候，葛淑珍又被赵本山无情地抛弃了。起因是赵本山忙于事业，两个人聚多离少，交流的时间少了，最后就分开了。赵本山为了弥补葛淑珍，选择净身出户，把家产都留给了葛淑珍。当时葛淑珍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依然嫁给了非常穷困的赵本山。赵本山与葛淑珍还有过一个儿子，他就是赵铁蛋。那是葛淑珍在1982年的时候为赵本山生下的第一个儿子，但是这个儿子一生下来就很多病，比如心脏病、肺气肿、软骨症的。虽然赵本山对于小儿子非常悉心照顾，但是赵铁蛋是在12岁的时候不幸夭折的，而导致赵铁蛋夭折的主要是因为心脏病。娱乐自早看，天天都要看。早看，用我的钱陪着你去寻找，寻找那最爆的热点。